小心的。这会儿饭点儿，你还指望他在这儿欲哭无泪？啊？哎，食堂呢，黄轩？怎么了？他又犯什么事了？不是啊，我把他给骂了，结果发现是我错怪他了。你错怪他了？那这小祖宗能饶过你？你怎么办？准备？能怎么办呀？犯错就得认，挨打得立正。我觉得吧，你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。那不行，我心里过不去。嘉欣有句话说的对，在工作上我是他的代驾老师，但在人格上我们是平等的。啊，不说了，我去找他去。等一下，祝你平安。嘉欣啊，这是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，我特意给你弄的。啊？还有我们食堂里最后一瓶养乐多。你到底什么目的啊？哎呀，嘉欣啊，师傅昨天错怪你了。师傅怎么会错呢？师傅永远是对的，就算做错也是徒弟的错呀。不是，师傅是错的，师傅是错的。昨天张大爷已经告诉我了，那不是奶茶，那是燕麦。怎么会呢？肯定是奶茶呀，我一向不靠谱的。不不不，不靠谱的是师傅，师傅在这儿给你认错。你大点声，我都听不见谁在说话呀？你嘴说给鼻子听的吗？你是蚊子吗？我在这儿诚挚的跟你认错，我错了。听养乐多和一句话就想让我原谅你啊？条件随便你开，只要我能做得到的话。我想吃网红店。那没问题啊，你挑我请。随便吗？啊，你不要低估我的消费能力啊。多贵我都请。好啦，不吓唬你了，不贵的，人均100，不过不能提前预定，要去排队，平均排队时间2个小时。平均？我不是怕排队，我是觉得可能会耽误工作，如果我找个黄牛排的话，应该也可以的吧？你怎么不找黄牛陪我吃呢？算了，你忙你的吧。哎呀哎呀，我排，我亲自排。好的，那你排到了给我打电话，我再过去。那你真的是，那咱这事就过去了，就别生气了。嗯，就这样过去了啊。放下。啊，我就帮你看一下有没有过期。没过呢。和我一起入职有一个女同事，我打算从她身上寻找突破口。你也有帮你搬啊？这么多能搬得了吗？我来帮你搬。门厅哪里啊？哦哦，在那边。谢谢啊。哎，好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买的这些什么呀？突然说双11，网上会搞促销，所以就买了些日用品。啊。也没什么可以给你的，要不然给你分一些吧。不用了。要是真想感谢我的话，就请我吃饭吧。哦，好啊，那我请你吃饭吧。嗯，走吧，你准备准备。你多吃点，重头戏还在后面呢。吃。还有重头戏？来了。你好，你的菜齐了，请慢用。谢谢。这个也叫菜吗？把高度白酒放在虾里面，等几分钟就可以吃了。应该差不多。还不错。太残忍！没想到你的内心还挺柔软的嘛。没关系，
不敢吃不勉强你。谁告诉你我不敢吃？怎么样？这味道不就是虾吗？暴殄天物。哎，我听说苏老师那边已经开始着手做报告了。嗯，怎么了？倒觉得奇怪，孙老师这边怎么做都做不出理想的数据，怎么苏老师那边就做出来了呢？嗯，我也觉得奇怪。不过可惜，现阶段苏老师还只让我看一些项目的基础报告而已。方便的时候分享一下。啊？好奇心要人命啊。算了，我懂。懂什么？一定是苏老师让你提防这孙老师组里的人吧。我不会说谎。巧了，我不喜欢听假话。等一下。喂，嘉欣，怎么了？姐，你上次给我翻译的资料我看过了，我现在就开始准备。我打算去你们那儿留学了。你上次是骗我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你问过阿姨和爸爸的意见了吗？我的青春我做主，他们同意最好，不同意我就私奔。我现在就开始准备。嘉欣，出国留学的事情呢，不能那么草率，你先别着急。国内的事情我安排好了，到时候你来接我就行。我去接不了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人在外地呢。外地？你在哪儿啊？在。哎呀，不管你在哪儿，反正到时候我会提前通知你的，你就来接我就行。等我啊，拜拜，嘉欣。嗯嗯嗯嗯。你真的很不会说假话。算了。需要帮忙吗？不用。本来以为你已经把我当成朋友了，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。天黑了，降温，注意别着凉了。走吧。我晚上好像吃坏肚子了，不舒服，你没事吧？给你送药，你不是说不舒服吗？谢谢。你倒没事吗？我没事啊。估计肯定是晚上吃的那个虾有问题。你是不是水土不服啊？啊。你快躺会儿吧。我没事，你先回去吧。不行啊，你这么严重，我陪你一会儿吧。你躺下，你躺下睡一会儿。来，你来躺会儿。舒服跟我说啊。
嘉欣，我的意思是，你问过阿姨和爸爸的意见了吗？我的青春我做主，他们同意最好，不同意我就私奔。我去接不了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人在外地呢。原来昨天打电话的那个女孩是他的妹妹。既然是亲妹妹，为什么要隐瞒她已经回国的事情呢？醒了。你醒了？嗯。感觉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昨天晚上你照顾了我一宿。嗯，谢谢你啊，邱小宁。不客气，没事就好。那我走了。我送你。不用了，你好好休息吧。江宁，这个 U 盘里所有 PDF 文件打印两份，一份给我，一份你自己留着看。里边的两份 Word 是我让微微整理出来的最新文献核心内容，你找到原文后再仔细浏览审校一遍，下周一汇报要用。好，明天下班之前整理好打印发给我。 OK， 那我出去了，去忙吧。微微，我让你统计的最近几次结果报告做得怎么样了？倩姐，这个实验上周末不是说已经突破了吗？啥？你们这不带了吗？嗯。这要打多少分啊？打十五分吧，每个人一份。佳宁，用复印机啊？嗯。你们也要打印东西？没事，不着急，你先用呗。哎，这是倩姐下个礼拜要准备的实验报告啊。嗯。倩姐真厉害，我们怎么都做不出来的实验，她给做出来了。好期待下个阶段倩姐设计的实验方案。期待什么呀？孙老师努力了这么久都没有进展，他们轻轻松松做出来了，中间什么猫腻你知道呀？啊，打完了吗？这复印机不是你们组的吧？能快点吗？没完没了了。嗯，要不你们先打吧，我还要用。哎，报告这么长啊？不用，谢谢。笑笑就这样，别放心上，他也是替老孙着急。没关系。不过孙老师都这么久了，还没有得出理想的结果吗？嗯，所以我们也很好奇倩姐设计的实验方案。但是老孙是王老的嫡系，而且他又屈居下风，肯定不愿意低头请教。哎呀，所以我们还是等王老发话吧。为什么等王老发话？你还没看出来吗？在这个项目组里呢，倩姐跟老孙呢算是平权。如果老孙主动问倩姐要实验方案，那岂不是主动认输了？可是等苏老师的报告递交上去，总公司通过之后，孙老师一样要听苏老师的。那可不一样，一个是主动认怂，一个是行政命令，还是不一样的。老孙叫我们去开会了，我先走了啊，你慢慢打啊，拜拜。细胞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，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组从二批候选里面选出了10个做验证，但是都没有引起细胞的表型明显变化，本次尝试失败，未有出现的候选分子。继续试。好。孙老师，我有一个建议。说。下周苏老师那边例会上就要递交新的阶段报告了，反正也没几天时间，要不然我们这边的时间就先停一停。那人总得死，你是不是从今天开始就不吃饭了呀？老孙，小山也是为了大家好。
索西达特近三年抗癌药销售量前五，当年研发的时候所有人都是失望失望再失望，经历了数年前期的筛选，终于从上万种候选当中选择了索西达特。你们才失败几次啊，怎么就受不了了？石头哥你别担心，我看过苏茜的星盘了，她最近运势特别不好。磊哥，我做梦梦见我们实验成功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不想听你们说这些没用的啊，赶紧出去该干嘛干嘛去吧。是啊，那我们先走了。你让我打印的报告你打印好了放那边吧。怎么了？我审校报告的时候发现了一些问题，您如果有空的话想跟您汇报一下。哦，好啊，来你说吧。这份报告的第八、十一、十五、十七页是最近这个月细胞筛选的一批物质的四次重复结果，前两次加药之后并没有什么表型变化，但是最后两次加药之后119号和124号物质的细胞生长曲线有明显的差异。所以有什么不对吗？我正在做第三次，三次重复以后问题不就明显了吗？我指的不是这个，后两次和前两次用的是同一批药品、同一批细胞、同一批实验员，在没有进行任何实验优化的条件下竟然出现了不同的结果。这中间你做实验从来没有过误差呀？前两次显然是实验或者数据处理的误差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前两次实验的时候小丁正在生理期，他一向都疼得很厉害的，所以有点误差。郑薇，怎么这么不专业的话你也能说得出来呢？你先出去。江宁，你继续说。苏老师，嗯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问是不是有什么是没有提到的实验条件的变化，因为下周一就要提交了，我觉得这份报告还有很多地方不够仔细严谨，你让我审校，所以我才把我的想法给你反馈一下。佳宁，你做得非常好，我们搞科研的要的就是这种精神，没给您添麻烦就好。那后续的核实，后续的核实我会想办法的。那我出去了。嗯，这个裘佳宁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就让他打印一份东西，谁想到十几页的报告，他居然认认真真看了一遍。他怎么？既然知道他多事，为什么还要让事态扩散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要什么事情都挂在脸上，人家合理怀疑你却反应过度，这不是直接把我们台面下做的事情给捅出去了吗？向姐，对不起啊，我以后肯定不会再这样了，不会再有下次了。既然这个裘佳宁已经看出来端倪，我们就要比以前更加小心了。裘佳宁什么背景你了解过吗？我听阮姐他们八卦的时候提及过，说她很小的时候就去国外念书了，之前在国外的一间实验室担任研究员。她为什么回国？这个不太了解了。那就赶紧去了解一下。嗯，我这就去。谁有 A 城的关系？还不下班？
不想说就不用说了。有件事情挺奇怪的，我看了一下实验报告，其中有很多地方写得很粗陋，有很多详细的条件都没有写进去。你有跟苏老师上报过吗？苏老师很重视，但是郑薇的态度有点奇怪。孙磊和苏茜做的是类似的项目，而且孙磊比苏茜接触项目早，但孙磊没有进展，苏茜却有，是他运气好还是有问题？你说这两组的基础实验方式都是按照公司流程来做的，为什么孙老师做不出来呢？是啊，奇怪。下班有空吗？有事吗？请你吃个饭。那怎么好意思啊？我请客的话，至少不用再吃那些活蹦乱跳的东西。要不就这家吧。啊？走吧。要个这个，好的，请稍等。嗯。啊！干嘛呀？喂，走了。喂，你去哪儿啊？喂，你怎么了？你躲什么呀？好好的。怎么了，宋茜甜？你吵什么呀？没见过吗？干嘛呀？别看了，别看了，一块位置都没了，走了。原来她是你亲妹妹。你回来为什么不跟家里人说一声？邱佳宁，快乐分享出来可以变成双份，痛苦说出来就可以减半。想多了，周小山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，只是我懒得说，懒得解释。你这是在逃避。随便你怎么理解，反正我不会把时间花在这些不重要的事情上。吃了吗？吃。你别玩手机啊，快吃啊！吃也是你说要来的。哎，师傅，你赶紧刷朋友圈给我点赞，我要写28个赞、嗯、就可以免费领一份甜品。你看我现在有空吗？就不。我真的觉得非常不值，我排这么久的队，有意义吗？到哪吃不一样。要么怎么说你老土呢？网红餐厅是让你来吃的吗？这么喜欢网红，你怎么不当网红？嗯，抱歉，我不是网红脸，我是蛇精脸，抱歉哦。干嘛？行了，我受教了，行了吧？嗯。你有个姐姐？嗯，亲的。你看，你看，你这双后配的手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不是计划那个产物。你这年纪了，你爸跟你妈应该不能生二胎吧？罚了不少钱吧？我。是我爸和我妈爱情的结晶，你懂不懂？就不是产物了。我和我姐是同父异母。是我想的那样吗？嗯，抱歉，师傅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姐的妈妈跟我爸感情破裂 ，N 年之后，我爸才跟我妈在一起的，所以我跟我姐差那么几岁。你姐干嘛的呀？我说出来怕吓死你，你确定你要听吗？你说呗。坐好了。啊。美女，科学家，怎么样？哦，
服。什么哦啊？你这什么反应啊？你应该表现出特别赞美、惊讶的表情啊，表示对我的羡慕，对我姐的敬畏。就你这嘴，50分的都能被你说成100分，就跟这餐厅似的。你说你姐是美女科学家，我觉得这话打对折吧。你姐呢，就应该是一个普普通通、相貌平平，在实验室里边洗试管的。师母，你笑出了猪脚，你不信是吧？行，我哪天带我姐过来，让你看个够。别，我怕她吓到我。我一定把她带过来给你看看。别，千万别，我不想见到你姐。我必须得带。我真不想见到你姐。我真的。别，吃饭。倩姐，我刚跟我同学一块吃饭，你猜我打听到了什么？打听到什么？我有一个同学毕了业之后去了 A 城那边，正好跟裘佳宁的圈子有交集，说裘佳宁之前在哈里实验室位置还不低呢。我还想他怎么来了咱们这个小庙，你猜怎么着？他是因为学术不端被开除的。被开除的？嗯，你看开除公告。学术不端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哈里可算是欧洲数得着的生物界大拿了。让他的实验室发出这样的公告，那这裘佳宁得做了多么过分的事情。研究员犯错，不外乎弄虚作假呗。既然这样，那事情就好办了。建宁，你来实验室多长时间了？半个月。那实验室的局势你看明白了吗？我不太懂你的意思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总公司非常看重原计划这个项目，预备了21亿资金体量，可现在这笔钱呢就卡在了咱们的实验进度上。只有让总公司看到咱们拿出了实质性的东西，他们才愿意把钱给拨下来。所以苏老师的这份报告十分关键。报告有纰漏？有纰漏咱们可以亡羊补牢呀，关键是先把钱给批下来，让公司重视起来。再这么拖下去，你觉得公司还有耐心吗？佳宁，你是运气好，一来就分到了苏老师组里，到时候苏老师成了项目负责人，你也跟着沾光了，是不是？那我先去忙了。想跟您汇报一下。哇，他又要闯进来，我拦也拦不住。好，你出去吧。是。你说。这份报告的第8、11、15、17页，是最近这个月的细胞筛选的一批物质的4次加药结果。前两次加药之后，并没有什么表情变化，但是后两次加药之后，第119号和124号物质的细胞生存曲线有明显的差异。我觉得这份报告做得不够严谨，需要核实。王老，我知道了，你还有事吗？现在的年轻人还真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。王老，这件事儿佳宁私底下确实有跟我提过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他竟然直接越过我来找您。佳
代你这么做确实有些莽撞，但他提出的问题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引起重视，要在报告里体现呐。嗯，刚才我也跟您汇报了，初步推断是实验人员状态欠妥。当然了，这还需要后续的实验支持。谨慎为上。既然说到裘佳宁，有一件事儿不知道您知不知情。你说。是关于他的履历。啊，你是想说他在哈里实验室被开除的事情？您知道。那为什么？我有我的打算。虽然我不知道您的打算是什么，但如果一个研究员被实验室开除，再加上他进来之后的种种行为，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要小心一些。苏茜，我当时极力的把你从原单位挖过来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是王老给我机会。学术科研最重要的是打破壁垒。小孙从本科就跟着我，他的工作上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。张宇、李存然，甚至包括笑笑，多多少少的都在我的理论体系内。我召你进来就是希望能够补充新鲜血液，拓宽科研的思维。事实证明你没有让我失望。这都是王老教导的好。不破不立，我最相信这一条。佳宁的事情不论真伪都已经过去了，人这一生啊，谁又能不犯错误呢？是，您说的对。他的事情啊，仅止于你我。一个科研人员的声誉比什么都重要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这个裘佳宁居然敢越级告状，幸亏你提前跟王老说了，要不然咱们就……看来我们这次遇到对手了。哎，倩姐，你有没有把他被开除的真相告诉王老啊？我跟王老说了，但是王老对他的态度很暧昧。很暧昧？我本来以为他只是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傻海龟，看来是我低估他了。既然王老袒护他，我们就想办法让他自己走。哎，难得呀，今天没迟到。师傅，我给你昨天整理的病历发在你电脑上，你看到了吗？刚才看过了，这次整理的还不错啊。我跟你说，现在医院正值用人之际，继续保持好这种状态，到时候实习期一结束，马上有缘啊。师傅，您可能误会了。其实我现在也一直在想，我对你是不是太严厉了？你自己觉得呢？没事啊，反正以后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。你刚说我误会，误会你了。师傅啊，我可以承诺在实习期间不给你捅娄子，不过你也答应我一件事情。裘佳宁厉害了哈，现在知道威胁我了。哎呀，说正经了，师傅，我真的有件事情要你帮忙。什么事说吧。我想在实习期结束之后，你给我写封推荐信。推荐信？我想出国留学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然后呢？不写啊，师傅。好了，知道了，写写写，去忙你的。师傅再好了。哎，喂，哎，咱们店中午吃什么呀？哎，附近新开了一家 Laughing Coffee， 咱们中午点外卖吧，我请客。好，谢谢大姐。咱们主要吃什么 ？Laughing Coffee。我要一个摩卡吧，然后再要一个夏威夷菠萝火腿卷，还有一个蓝莓麦芬，然后再加……别然后了，给我来一拿铁。你怎么跟猪一样那么能吃啊？他们家什么好吃？什么都好吃。我跟你说，咖啡就点。佳宁，你看看你要吃什么？好，谢谢。等一会儿多少钱？你算一算，我给你。没关系，我请客。谢谢我们薇薇姐请客。没事儿，薇薇，多点我。别担心人家的小事，外卖到喽！谢
我的，麦芬，我的拿铁，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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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啊，拿铁，给我的，谢谢，谢谢你。这是我的，赶紧给你换着吃，把巧克力擦。你点的什么？那个夏宁，你点的什么来着？美式和火腿芝士羊角。是火腿芝士。哎，你那儿有吗？火腿芝士？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。真的？哎，该不会是店家漏送了吧？要不这样吧，我给店家打个电话，让他们赶紧送一份过来。不过，一会儿就要开会了，我估计你也没时间吃了。这个单子上没有我点的东西。怎么会呢？是不是你自己没点上啊？我确认放入购物车了。佳宁，你是我的蓝莓麦芬吧？啊，冉姐，你吓唬饿他。没关系，我随便吃点就好。哎，你那盒吃吗？吃吧。这个回来你要不要咬一口？这是什么？蔓越莓司康。这个蔓越莓粒可大了，快来！哎，你看我这个蓝莓。得罪苏老师了，正为发起拼单，偏偏不带你，不是得罪苏老师了又是什么？幼稚，可是很奏效，不是吗？对别人或许，对我没用，只有弱者才会抱团取暖，我不需要。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这里吃着沙拉，承认吧。我是来做实验的，不是来跟他们拼单的，如果想排挤我，排挤吧。贝贝，你刚刚是不是不小心把佳宁订单给删了呀？表现太明显了啊！我可不想跟那种一块吃饭。人家佳宁除了情商低点，人还是挺好的。嗯，冉姐，你们就是被他的外表给骗了，人家心眼多着呢。怎么说怎么说？你们知道他的背景吗？他不是从哈里实验室那边过来的吗？哎，国外科研条件那么好，他为什么回国呀？他爸妈让回来的呗。我看过他的资料，他好像是本地人，但申请了宿舍，那就是在国外受了情伤，回来聊情伤来了。真是人才啊，就这个下分。你们每天净八卦，你这小子你不懂。你们知道吗？他是被国外实验室开除的。啊？真的？不会吧？人家实验室都发布公告了呀，学术不端。天哪！学术不端，学术不端，以学术不端开除这个人，这是要断了实验员的后路啊！对呀，而且王老最看重一个人的人品了，怎么可能他在国外实验室刚被开，然后就来咱们上班？肯定有什么误会。嗯，你们懂的，女人长得漂亮，运气不会太差的。猪猪，你是说你自己运气不差是吧？一般般吧。臭美吧你这！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别冲动。我会证明我不是弱者。不会是这样的人啊！张老师，女人长得漂亮一点，运气不会太差。说的是我吗？错了吧？谢谢你们对我的肯定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我要上厕所，笑笑、童墨，快跟我去。你们先走吧，我忙着呢。拜拜，小帅，你们走吧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我现在相信了，你不是弱者。到底为什么被开除？你不是听到了吗？
学术不端。我要是听到什么都相信的话，我活不到今天。你不信？我不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很骄傲。所以呢？骄傲的人最怕的就是自己让自己失望。你不是那样的人。哈利教授偷了我一篇论文的初稿，然后没经过我的同意就发表了。我去找他理论，结果就被开除了。Q 尔上那篇文章是出自你的手笔。嗯。那你今天为什么不把这些和同事解释清楚呢？没有必要啊，我不需要他们的理解和信任。所以说我的理解和信任对你来说也是多余的。那你呢？为什么回国来原计划？擦肩而过。